家来到基隆文化中心的演艺厅欣赏文件会2011舞耀大地的舞蹈创作比赛颁奖典礼以及演出。舞耀大地舞蹈创作比赛是台湾舞蹈界最重要的比赛了。在这么多年来，舞耀大地以及台湾的舞蹈界提拔了非常多的人才。对，这些曾经参加过舞耀大地得奖的人才，现在都各自拥有一片天了。而且不论在国内、国外，他们都时常用舞蹈为台湾写历史哦。哦，已经出了这么多的舞蹈明星了。是。OK。今天非常荣幸哈，能够代表文件会来参加今天晚上的颁奖盛会。那我们就会长期以来对推动艺文活动不遗余力，尤其对于更重视扎根的工作，我们舞动大地不要大地这个活动啊，就是我们最典型的扎根工作。陆续承办了12年来，可以说培育了相当多的舞蹈人才。是，那这也是一般编舞者视为是编舞的盛事。是，而且也可以说是，很多舞者认为是进入舞蹈殿堂的一个重要机会。Yes。今年获得舞耀大地舞蹈创作比赛年度大奖的3支舞作，包括曾参与林怀民新传雪翠的《城中桥》，以重组为概念编排而成的 Reorganization， 和许成威以富含哲理的舞艺传递群众意象的《人群》，以及张金贵善用视觉变化与空间刺激酝酿而成的《格局》。每支舞作皆展现灵动的身姿，为舞耀大地留下了无数的亮点，开创新的意境。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基隆报道。